铁哥。佛光山星云大师五号圆寂，享其寿97岁。13号一早举行赞颂典礼，场内场外大批信众聚集，场面浩大壮观。星云啊，这一个小星星，一片浮云，应该这是我的人生。影片回顾星云大师形状画面，影响力遍布全球，信徒更超过600万人。而总统蔡英文一早南下，到场吊唁，亲自颁发褒扬令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到场致意，颁证褒扬令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颁发最高荣誉实践一等奖章，高雄市长陈其迈颁发高雄市荣誉市民，市府市议会集体鞠躬致意，来送星云大师最后一程。星云法师坐视入涅槃塔，典礼过后以法体真身巡山，子弟伴随两侧，气氛严肃庄重，超过1万人聚集吊唁。真身巡山后引发台南火化，遗骨再带回佛光山，用葬于佛光山的万寿园。星云法师12岁出家，皈依佛门85年，一生传颂佛法，更创立佛光山，对教育慈善不遗余力，慈悲为怀形象将永久留存信徒心中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